我现在开始要赚很多钱，那之前我爸他出事了怎么办？你爸爸生病了吗？徐太修先生他算是想象癌。爸为什么那么做我都懂，我的心好痛，他一定非常痛苦才会想象自己得了癌症。你为什么会喜欢我？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我就是喜欢你这个人。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黄金光辉的人生。